他觉得没有羊是找不到羊是很痛苦，像这里啊，在这里，村民就拉回来。这个很没办法偷猪啊，偷猪是最好，但是要先做好分内的事才能偷猪啊。反正羊还是这样，羊还是像到处乱晃晃。这个路很远啊，不像刚刚那个路这么爽，但是可能还是会赶一两只吧。反正这个羊的对，配合这个刺头，赶快把这个土给斩打开，因为等一下很忙啊，很多事要做。像这个这边有羊的对，那我们右半边的地方就交给羊去探就好了。右半边交给羊去探就好了，然后刺头去找左半边。反正他不会这么早来偷猪嘛，对不对？不会这么早来偷羊啊！猪在这边啊，我们资源全部找到，那就赶快来赶羊，时间有限啊，黑天使要做很多事情，赶快赶路啊，至少赶到一只或两只，最少要一只啊，是不是？他来干猪是不是？我都找到啦、啊。然后他看他了，对不对？赶快把这个羊都收好，他来了，对，准备射箭，他可能会死了。这叫我们不要做坏事哈，不要做坏事哈。他想来干羊啊，要不然不会这么早出现在我家，对不对？现在教练那个打猪方法，拉进来之后，对不对？村民收进去。直接点射他，村民再收进去里面，这个多练习。但是有个地方啊，没有用错，因为我刚刚为了射他，对不对？有一段时间没有采集资源，他有断了差不多2秒的村民。反正这时间赶快来赶路，时间非常有限啊。这个树木卡在这边啊，没办法赶。你看没有，这个路没办法赶的、啊，你就要自己衡量。真的没办法就花，对不对？就不要打、啊，因为刺头还有很要紧的事要做。他能赶到就能赶到最好、啊，多100肉啊，多140的肉。这路不好打啊，跑掉了，不好赶，不赶这个路就不要赶了，因为很多事情要做，并不是每一次的路都这么完美哈、啊。那有时候卡在这片树啊，就很麻烦，对不对？那不要理他，赶快去找敌人。看对方的资源点再决定打法。一样，那个血扫走躲进来，他在这附近哈、啊，他在这附近，黄金是这一块 L 型的黄金，小心他家的 TC， 慢慢绕。慢慢绕，小心他家的这个 TC 很讨厌。要谨慎一点呢。然后开始盖军营了，盖军营。盐打要打22批，
一样是封建前在研发，在生织部。这个家要小心啊，很小心的探，可能在这个地方。没有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开始生民兵，对不对？三个村民准备出发，去他家盖箭塔，然后找石头。他又忘记按封建了，管他去死啊！管他去死哈！他这边不知道干嘛。这个树木，等下先封这个树啊，先封这个树，让他没办法，就是没办法做一些想做的事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挖石头。你这时候如果怕对方黑块你的话，对不对？旁边盖个木墙，稍微防御一下。在这边等他一下，有点太早来哈。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封到他家。上次把他立刻研发装甲步兵。然后研发一级伐木。装甲步兵立刻去他家闹一下。他有两个那个嘛伐木场。他就这个盖起来之后，他这个立刻就要搬家了哈。立刻射爆他哈！射射射！没射到。然后立刻到这边。这个要不要死？会不会死？会不会死？村民立刻过来盖个射箭场之类的，还是盖得起来哈、哦？这个这里有洞啊，白痴哈、哦！反正能杀一只村民是一只村民。他去狙了哈，哼，装甲塔的威力啊，装甲塔就是风险高，但是报酬率也高啊，风险高，报酬率也高。这个版这边出个毛兵或是工兵来加强杀村民的功效啊，他太快死了哈，没办法浇血啊，太快死了。先说等下后续的打法，如果他没有死的话，这个箭塔先插黄金区，然后没办法挖黄金，没有黄金就没办法出工兵。没办法出工兵，他就没办法有效的杀你的装甲步兵。然后插这边对不对？再插这插一次在这边，封锁他的城镇，这两片田对不对就废掉了。然后看之后对不对，就开始慢慢的转工兵出来。然后家里看要不要围啊？通常是不会围啊，因为装甲塔控的控制耗控制力太大，你把心思都花在前线，家里这个对不对？家里就。除非你真的很强啊，控制力超强，要不然就可能就半围，像这样子围这里。他这个主要是封他木材，看他这个没有木材，什么事都不能做。起这个靶场之后，没有木没办法。第一个箭塔封第一个木法木场，这个兵封第二个法木场，他就没办法做任何事情。木头是经济之母啊，装甲塔就是高报酬，但是高风险。你被打爆的话，
大家可以 GG 了。如果你 前面的兵没有控好被打爆的话，凯文又来了、欸。